这是没有超连接，我希望把这边全部都加超连接的话，那当然了，如果你不会的话，很简单嘛，你可以用那个录制剧集。那录制剧集呢，你可以很简单嘛，录制的时候，比如说我刚刚已经录了一个叫超连接的一个剧集嘛，那其实就做哪些动作，基本上就是游标放在哪一个储存格上，对不对然后再按插入这边有个超连接，那超连接其实这边就有一个。好像这个要显示的这个其实是就是上面的文字，然后你的连接主要是这个，所以你要把上面这个连接贴到下方，然后按个确定，有没有啊？它就会帮我产生什么？有没有超连接出现？OK，那这个动作如果你不会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录下来。那录下来其实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它就会帮我产生。我刚刚假设我已经录好了，编辑一下。那你会发现我假设录制一个超连接的一个剧集，然后其实我做哪些事情？第一个的话我习惯把上面注解拿掉。第一个的话，它是直接游标放在哪一个就是 B4，我刚刚是 B4 啦，当然将来是针对哪个超连接那我们如果说我要在哪一个储存格里面加上超连接的话。那我可以先指定什么？指定那个哪一个储存格？假设是，所以这边其实我们如果要跑的话，其实是可以跑一个回圈嘛。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几列啊？第19列。然后呢，把这边跑一个回圈给它，或者你也可以用 sales 啊，不一定用 range。然后呢，只要点选它，点 select 之后的话，那后面的话呢，就是加一个什么？目前工作表 active sheet。然后 hyperlink 的话呢，所以可能会需要两个名称。这两个名称的话呢，其实这两个其实来自于它自己本身的，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个资料，有没有？所以如果要写的话因为我这个超链接我比较少这样用，所以如果我要写的话，我可以这样，我先把上面东西先注解一下，假设我先注解它，然后我要写的话，我就先给它范围。所以这边的话呢是。写一个回圈好了所以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那我用 range 去追踪好了。然后呢，我得到的那个哪一个储存格 END 这个向下追踪然后应该得到是19了然后 Enter 两下打一个 Next。那再来的话，就是把这一段程式码，好，那这一段，应该这两段把它 call 到它的回圈里面。那这样子的话把这边注解一下，OK，然后按 Tab 键。那要改哪里呢？其实理论上呢，当然你也可以用 range 的，不过你也可以把它改 sales 的，如果你不改的话，其实就是把这个4的位置有没有改成 and i 就可以了。End i，那这个 End i 的话呢，得到是2嘛，所以串过来之后变 B2 嘛。你说老师，那这个 i 本来是数字可是跟各位讲如果数字遇到 End 的符号它就自动转型了，自动转个2就变 B2 的话变成一个文字，跟 B 串就变 B2 了，所以游标会放在 B2。那再来的话呢，这个里面的资料应该是放什么？应该是放它原来的那个资料，所以它里面的资料的话，那你一样可以怎么样，把它改成 B2，所以可以把这个这个一定要记，这个把这个名称直接复制到这里。那这个的话一样，也要放刚刚那个东西，就是 B2。其实是可以把它放这边的这个 underline 可以拿掉，因为 underline 是换行了等下，Ctrl Z 一下，我看下这个它是 underline 一个，所以一个参数，那我把它放在这边好了。那应该没问题。好，那再来我们来试试看理论上这样应该跑应该 OK 的我猜了，因为这个我想到的。如果假设你们那个超链接不 OK 的话，
那实际上是可以用这个方式哦，把它完成。它这边有一个错误。这个值我看，这个值跟这个值，还是说我们是把，干脆这边加一个 link 好了，就是加一个变数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直接把 range 放在这个参数里面哈，有些时候它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可以接受，就是怎么样用 link 一个变数嘛，先把资料丢给它，然后再把它放过来。好，你不要直接呢放一个物件在这边啊，有的时候你放一个物件哦，有可能会失败哦，然后把它多增加一个什么，把这个里面的资料有没有？那它里面放什么呢？它里面是放个字串，那我就把这个字串的值呢先丢给这个 link 的一个变数，然后再带进来。理论上好像这个错误比较不容易发生，我试试看好了。哎，这样就过了，有没有？所以特别注意哦，以后啊，假设你遇到类似像刚刚那个 bug 的话哈，那记得你要把 range 里面的资料哈先读出来，放在一个变数，再放在参数就不会有问题了。OK 哈，好，那其他都一样了，就把它跑一下，那理论上应该这样 OK 了，有没有？结果这应该就是你要的吧？对。OK， 甚至哈，将来是不是可以干脆连这一栏都不用？直接把这个超链接放在这上面就，有没有？也就这个是显示的名称，背后是插入超链接，那不就少一栏了 ？OK， 假如啦吼，啊这个怎么改？其实主要是这个参数吧，应该是，这个 hyperlink 后面的话哦，这其中一个应该是显示的，一个是 hyperlink 啊，至于哪一个才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以按 F1 啊，游标放 add 吼，然后按一个 F1。然后找一下，里面应该有说明吧，哈。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哈，这个方法哈，看怎么样用。那我刚刚写的程式，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哈，我是把它干脆放在云端白板上面好了，我把它放在，我的刚刚那个不见了。OK， 我待会。